吧，你们别到时候瞪你。今天螃蟹本来打算多钓的，结果没钓上来，螃蟹不多，钓了好多鱼。哎呀，一大早晨7点多钟到这，居然人这么多，看这头一次，感觉排队的船都排上队了，看看这人这多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今天为了钓螃蟹这个视频，我可是下了血本了啊！看看啊，首先我拿这个把这螃蟹网给支起来了。最关键的是呢，这个摄像机看着了吗？我搁到这儿了，防水的摄像机啊，我整个缠到这儿了，应该是跑不掉的，但是真是挺危险的。看着了，鱼就在这儿，用鲤鱼钓的，然后螃蟹进来应该能看着它怎么吃的，怎么上的，就想录一个这个过程，大家看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先把这摄像机打开。开关是不是在这儿都忘了啊，是打开了，先打开开关，等一会儿确保是工作的，我看看这状态对不对。待会儿啊，这是录摄像，对，开始。 OK， 现在开始 recording 了。对，这个镜头的位置现在挺好，正对着它。现在我把它放到水里试一下啊，看看怎么样，看看螃蟹是如何游到网中央然后被钓上来的。来呀，看看这摄像机就下水了啊，摄像机在这儿看着了，来吧，下水了啊，慢慢的下去，飞呀，你可别飞呀，你飞就完了，那螃蟹钓不上来，摄像机别丢了啊。慢一点点，今天这水深这块是7米深，所以说可能底下比较黑，可能看不着，试试吧。Thank you.
开始了，开始了啊！看看咱们这个摄像机这个录下来没录下来啊？有没有螃蟹？今天水还挺清，哎，什么东西？有螃蟹，是个什么东西？啥都没有。摄像头。啥都没有。再来，等。刚才这一下一口气上了好多，看看这，看看这，突然间上鱼了，全是大套米，个头非常大。我先录一会儿啊，搁在这儿，你还能看着就成了。看着啊，来吧，看看这个螃蟹，个头很大啊。一般我都给它缠上，这样它就不在水里打架了，饵就不掉了，腿都不掉了。直接拉着，真的跟我的船上，跟它分开。哎呦，我这个上了，哎呦，这么，哎呦，这么猛啊！我靠！等，那这太猛，这怎么这么大的头，这么大？哎呦，摄像头，快点，快点，摄像头啊！没事，已经录着呢，已经录着呢。螃蟹都往台上了，往台上，跟谁台上了？我啊，不过是有鱼。来，先什么？跟他跑了，哎呦，看着，看着大麦口多大，麦口啊！哎呦，有一个这么，跑了，麦口是吧？这个有，可大了！哎呦，太猛了！看看，这都忙不过来。看看，这都忙不过来，看看。哎呦，看，大 Tommy， 看一下啊，这 size，Tommy 看多大 ，Tommy。那这么大一头，哎呦，我把这个上来。旭儿，那你拿那个台吧，上台吧。哎呦，这大 Tommy， 看这大 Tommy。鱼头还拿出来呀？啊，拿出来，换那个台吧，旭儿。现在4点多了，回来了，咱们看看今天的收获啊。今天螃蟹本来打算多钓的，结果没钓上来，螃蟹不多，钓了好多鱼，数数吧，肯定有100多条。然后我分一下，看看都有什么鱼。这是台吧，就是 mackerel。
看麦克风个头多大，螃蟹，然后看这咖啡是，今天咖啡是也特别多，咖啡是，然后还有这种，这叫 chow yellow fin 吧，这种叫，这个也是挺多的，大淘米，好多大淘米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，假期开始了就是爽，好了，哎呦，差点摔着。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加转发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